其字，圆、方、扁、凸、凹。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沙滩上呢，是为了寻找各种形状的石头和贝壳，看看哪个小朋友找的最多。只要是你认为好看的，什么形状的石头都可以。好了，大家动手吧。还是先来看看我的吧。这个圆圆的石头是鹅卵石。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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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形。圆周。团圆。中秋节是亲人团圆的日子。这个是正方形的石块，很难捡得到。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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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。方向。方面。老师的教学方法很独特。这个扁扁的东西是贝壳。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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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。扁豆。扁嘴鸭。1块钱硬币是扁平的，翻转过来就是凸出来的。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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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。突出。凸透镜。爷爷用凸透镜看报纸上的字。翻过来就是凹下去的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凹。凹。凹。凹面。凹地。凹凸不平。家乡的马路凹凸不平。小朋友们，看看自己篮子里的石头都是哪些形状的吧。